来啦！这咱家己用就好啊，为虾米要加钱？过来重新装潢？我原本嘛正咧想的啊，甲你简单用一下就好啊。啊，毋过吼，我今日一来的时阵吼，我有看到装修工人，伊个咧整理啊。啊，啥叫因来？啊，着天成集团啊，迄个千金小姐吴珊珊讲吼，咱杂志社的同事拢是伊拖累的啊，所以吼，若是有啥物要维修的，啊要重新装潢的，伊拢会负责到底啊。你想吧，然后做我心内底真正袂得过啦。 那真正要找人赔偿，嘛应该找领导的，唔才对。我知你的意思啦，啊，唔免咱家己动手，安尼唔是足好诶。所以我才讲啊，迄个吴小姐人真正足好诶。哎，你是我要贪小便宜呢，啊，咱杂志社也袂贪什么钱啊。那我迄个钱通要重新装修，啊，搁有啦，你讲要叫迄个领导会赔偿，伊上好是会揢出来啊。讲着即个领导哦，真正是够超过，竟然敢让伊遮放火，那是无发现哦，唔知影有偌济人受着伤害。 伊即个人已经去自私的，敢若想着家己利益啊，从来不考虑别人是不是受到伤害。奇怪，这种人吼，那无让伊去关啊？你个老师，哎，食饭未啊？我去一块点心，过来吃。你好，恁哪来啊？安怎？无欢迎哦？不是啦，我唔是你意思，莫误会啦。无欢迎嘛，无法度啊，是我社叫我来的。 天成集团就是代志，伊今日开卡，啊，今仔装潢师傅来装潢，今日也歹势开嘴，就叫我来监工啊。哎、欸，你有啥物需要哦？这恁讲哦，我来负责沟通，绝对保证哦，做得好。啊，是迄个吴小姐叫你来，还是你家己要来啊？是我袂讲啥，当然是因为阮说话开嘴，我毋才来。你甲珊珊讲，无所以遐尔客气啊。 客气的人是你，好无？哎、欸，那不是恁提供迄个影片，伊起码造成马甲足惨，场面相当乌有气，天成集团嘛拖落水，所以哦是感谢恁都袂赴。伊感谢我有收着啦，啊，不过我会甲斗相共嘛是较安尼，伊开遐尔济钱，我真正想歹势，无安尼啊，我叫你共人先转去。啊，共人拢要做好哎，而且伊钱嘛付啊。 哇，安尼你哦，一直讲拒绝，那就不干脆。啊，做好代志，接受感谢嘛是真正上的啊。伊安尼一直讲拒绝，别输，阮是外人共款。我毋是你意思啊。嗯，毋是这个意思，你也接受人的好意啦。搁再讲，你嘛知影，经营出版社是足困难的啊。啊，若是天成集团无出钱替你装修，敢讲你要继续伫这灰色厝的环境做事咯？ 啊！是你要经营天成集团，迄只算算钱。哎，莫跟你先讲来啦，当作是互相斗相共。是啊，对，另外你讲嘛对啦。啊，毋过。哦，莫讲啊，毋过啦。卡叔讲哦，今仔是阮煞伊无钱，啊，硬要家己摕出来替你重新装潢，啊，真正心内是袂得过。啊，毋过这对伊来讲就是弹个手指的代志，这么简单，你就互伊做嘛，若无伊得倒会感觉欠你一份人情。 你讲嘛有道理啦，想要不甲清楚。是啦，安尼哦，你来想搁较清楚啦，恁只刚够有需要啥物斗相共？有啦，你嘛知影杂志社甲我甲大个两个人尔，要无用个代志哦，根本无用袂了啦。啊，就是卡手无够，我会当斗相共啊。最近咧转型啊，所以哦，无啥工课要做，是讲啊，阮有咧请人啊，以后就会当重新分配工作。嗯，那你我会当来应征啊。 你毋是立志要做什么童书编辑？是啊，啊，不过我若对恁做事，无你考我会当做童书作家，写打假英雄的故事。哎、欸，安尼袂歹，对阮加走几撮吼，你一定会当写出很精彩的故事。袂歹哦，袂歹啦。明慧，啊，你较早伫咧摩登杂志社做工过，钱多事少离家近，无需要人为这世间的杂志社食苦啦。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，哪会送去食苦？ 阮杂志社的工课是少做的，有的时阵为了要财政啊，还跟踪、还跟拍，足辛苦的。常常互人误会，阁找麻烦，你知无？啊，你做的来，我想做我做袂。我是无希望你遐尔辛苦，阁再讲，我嘛无法度互你遐尔侪薪水。我要紧啊，毋是钱。啊，毋过，好，莫阁遐毋过啊！你了是讲，你感觉我对一个条件无适合嘛？啊，你对你对伊找，参像我对工课遮尔热情，阁会当食苦的，而且。 而且咱是朋友啊，互相斗相共嘛是应该啊。大呀，咱真是欠人的呢。毋是啦，阮杂志社的工作是足危险的。你看，事到即马，还佫伫个病院内底，我是无希望你来，我嘛相信啦。
罗生阿姨嘛无希望你做遐尔危险的工作。我说你着无够了解我妈，我妈啥物大风大雨毋捌经过啊。好啊，你若是要记住啊，无要紧，我会当家己去偷拍，家己去采访，我会证明我的能力给你看。我拜托你卖乱好吧？你若出什么代志，我是要怎甲罗生阿姨交代？这跟我妈有啥物关系啦？这是我的选择。老叔，俺们家的代志安排好势未？我拢安排好啦。好啦，我搁做一下确认。好啦。唔会啊，你敢有确定要来阮的杂志社？我若是无确定，敢需要甲伊讲遐济？我唔是伊的意思啊，我是讲阮的杂志社吼，甲外口的杂志社真正是无共，有的时阵会作危险的，啊有时阵哦会互骂，会互误会呢。我才唔惊嘞，我是王乐生的查某囝蔡明慧，无遮尔简单互拍败啦。好啦好啦，我甲问大个看卖啊，啊若有消息我来甲你讲。谢谢。嗯，麻烦你了。哎，老鼠，你暗时要去对啊？哦，我都有查到，许庄是利用职务啊，要进行一些非法交易的，啊，怕上面跟监一家机关见面状况。我嘛要去。袂用的啦，你要去吼，若无让大家知影，我要怕死的，袂用的。你这位敢无盖好呢？你伤远啊啦！这是我会当找到上好的位置啊！这许忠信做代志足细腻的，咱即个真无简单，才会当得到这消息。爱较细腻，莫互伊发现。无，要盖搁较细腻，咱要跟拍哦，就搁较无简单啦。好啦，我尽量去较清楚的。对，有人去拍阿咧。等我一下。我咧许忠信做代志，遐尔啊细，啊，即摆是要安怎？啊，啥物拢看无啊呢？我等看卖好啊，我再甲我搁有机会。其实吼，这葛艺人啊，一直拢是吼，我真敬着伊完啊。啊，不过即摆时代佫无同啊，伊有一寡观念吼，已经无适合咱即摆社会啊。葛议员，伊有伊个坚持啦。是啦，坚持是真好个代志啦。啊，不过我是认为讲哦，这机会吼，还是要留出来，不然再试试啊，对不？我相信，我一定会做啊比伊更加好。我嘛相信。虽然讲啊，我做完。个人袂啊，我真济啊。不过啊，我也是真水啊，亲像你这款人才啊，我真真欢迎你来家里啊。啊，这份资料对我来讲是真有价值。许忠信手头客到底是啥物？明德，小姐，上菜。拢怪我啦，我就知影许忠信这款人做亏心事，一点就惊被人跟拍去说你的。早知影我就应该摆服务生入面，啊，就是伊翕出来的照片质量无好，唔应该会当翕到这款物件啊。即摆想这嘛无效啊，应该是看卖所内要安怎做。啊，你嘛回来啊？安怎？
敏勤正在拍款。今年我跟老鼠去跟拍许忠信啊，结果无解成功。哦，啊，不过我有拍到呢。为啥？你哪有这？你只要讲哦，我有厉害无就好。我唔是咧讲生笑，你哪有这？你是不是去餐厅内底偷拍？你敢知咱做少危险的？参照许忠信这款无道德底线的人，你哪会发现真正有生命危险？我知啊，只是哺乳虎血淹的虎子，你想要爱进骨，你就要冒险。你放心嘛，啊，恁伫外口偷拍的时阵，我偷偷躲入去，恁嘛无发现啊。啊，你实在是戆大胆，想拢唔知就安尼乌白来。好，我问你，你敢知影甲许忠信见面先看的人？伊先背景，伊做代志先看手段。刚讲杂事后悔相处，迄拢无互你迄什么架势哦。大爷，啊，明慧嘛是想要斗相共，你有话好好讲。你莫搁讲啊，你嘛共款。为什么甲明慧讲咱去干遐许忠信的代志？我就想讲，伊做关心。你莫开骂，伊有叫我莫去，只是我最想要甲恁斗相共的啊。至少我有完成啊，敢毋是？迄是你即个好运，毋是你大家拢遐尔好运啊。啊，好个，你教我安怎避免风险就好啊。你的意思是讲你后盖搁爱对？我讲我要嫁你，就真正要嫁你，不会讲双笑。我无可能答应你啦。我就是要来真相杂志社。无，我就甲罗生阿姨讲。不准你甲我骂个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影这嘛足危险，罗生阿姨烦恼着无？明慧，你无参像我，有遐尔啊侪钱，你有够快快选择，为什么一定要拉你？你原来为着你的理想付出，想做我袂严姐？不管你有偌侪理由啦。我是无可能答应，让你做遐尔危险的代志，我无可能去牵拖着你，你回去，进来啊！对啊，我讲明慧吼，伊胆大心细，做起来咱杂志社的呢。我知影你是替杂志社设想。啊！不过你着当作是我主事，我无可能让伊来。是安怎？我已经害素如倒伫咧病院内底昏迷不醒，我无可能搁害明慧啊！你坚持无爱明慧来遮上班，是因为你搁关心伊，你搁爱伊对无？这跟啥物爱无关系。今日若是换做别人哦，甲明慧同款有翕着相片，一定会足欢喜的。迫不及待叫伊来咱杂志社上班，啊！不过你今日忙嘞，你搁作生气，搁甲人赶走。对，你可不可以诚实面对自己？是，我是替明慧设想。伊伫摩登杂志有遐尔好个前途，为啥物要来咱家自毁前程？好啊，你代志到这为止，去做你的工作。好啦。诚实面对自己，好准备。想想对对。